感谢现场的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哦。那今天皇帝乐团带来这一首呢，其实是皇帝乐团的自创曲，所以在别的地方是听不到的。那今天特别带给大家这一首《霜落》，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当然呢、啊，今天过几天就是元宵节了嘛，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刚过完新年，所以要来跟大家问个好了。那我们团员呢，会稍微自我介绍一下，然后顺便介绍一下他们手上这些比较特别的乐器，还有呢，跟大家说声好，拜个年，好不好？马上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右手边这位非常美丽的琵琶手，请他跟大家问个好。Hello， 大家好，我是皇帝乐团的琵琶手美乐，大家好。那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乐器呢，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那我现在废话不多说，马上来一小段，让大家听听我们琵琶的音色。有请美丽的老师。哇，掌声！哎，我怎么一定要掌声在哪边？大家还没吃饱是不是？这首呢是琵琶非常有名的一首曲子，有没有人知道？现场的观众，哎，有哦，哇！我听到一个丹田非常有力从那边传过来的，那大哥，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是什么？十面埋伏。答对了，我听到很多个声音都在说十面埋伏哦。这首曲子呢，在电影的配乐中很常听得到，对不对？那感谢我们的美乐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哦。那当然，现在呢要介绍一下我左手边这位非常漂亮、甜美、可爱又大方的笛子手，请他呢跟大家说声好，拜个年，好不好？我们现场的所有的长官同仁以及我们所有的社头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皇帝乐团的笛子手小乖。那今天因为呢我们社头的朋友太热情了，所以呢和小乖有一点点的扫兴那在这边也不免俗的来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来拜个新年，问个安啦，祝大家在金猪年呢都可以诸事顺利，诸事吉祥，在我们金猪年呢都可以平安发大财，谢谢大家。感谢我们美丽的笛子手小乖哦，大家不要想说他是不是烟抽得太重，怎么会这烟嗓？没有，他是这几天呢真的太累了，所以他就感冒了这样。好，接下来呢话不多说，立刻为大家来介绍我左手边这位，这个乐器比较特别哦，大家可能没有看过，那我们稍微请他介绍一下自己跟他的乐器好不好？社头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皇帝乐团的柳琴手，我叫做玲玲，祝大家猪年行大运。然后我的乐器呢，就是跟琵琶有点像，所以它也有小琵琶的称号。哦，感谢感谢我们玲玲帮我们介绍她这个很比较特别一点乐器哦，它跟我们的琵琶有一点点像哦，大家有看到吗？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琵琶是带指甲。他的手上要戴指甲，但是柳琴比较特别，是他是用弹拨的拨片，有一点像吉他的那种拨片，所以呢这样小小的区分哦。那大家给大家认识一下中国的乐器。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还有二胡手，我是七七，大家好，大家晚安。那谢谢。那我的乐器当然是一般人一定都知道嘛，就是二胡。顾名思义，为什么叫做二胡？因为它有两根弦。那为什么二胡跟小提琴有人会分不出来？会想说，哎，好像长得差不多，哎，一个是西洋，一个是中国乐器，有什么不一样？哎，有一个差别哦。二胡是两根弦，小提琴是四条弦，而且二胡的弓哦，这个弓是卡在我们的弦里面，是拿不出来的。但是小提琴是可以分开的，有没有？大家有看过都应该都知道。那这是小小的二胡的介绍。那当然呢、啊，今天话不多说嘛，今天这个美好的天气，美好的佳节，当然要为大家准备下面的曲目了。但是也是今天皇帝乐团最后一首曲目。那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马上就为了大家呢带来最后一首新春组曲串烧送给大家，谢谢。快快快
谢皇帝乐团。是。